在开始之前做好基础的护肤工作，这里的打底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化妆视频，这次的重点依旧是眼妆部分。这次的美瞳呢，用的是爱颜液的神秘紫，这款控的出镜率不能再高了。在进行基础的打底之后，先选用橘色系的腮红，自眼尾部分开始，以颧骨为中心开始晕染，同样用这款橘色系的腮红混合一点点淡棕色，对眼部与鼻子进行修容。修容的颜色注意不要上得太深，我们阿福小姐姐的发色是浅粉色的，所以呢也同样用粉色的哑光眼影来画眉毛。画出基础的眉形后，用遮瑕将眉毛过于浓密的部分轻轻扫上一层遮瑕，之后呢用粉色眼影轻压上色，眼影的话用橘色眼影将上眼皮及眼窝处整体打底。晕染好后，贴合睫毛根部，从眼尾处开始用粉色眼影晕染，注意颜色要尽量由深至浅。下眼皮同样用粉色晕染后眼尾处。双眼皮贴我们还是选用蕾丝双眼皮贴，等胶干透后，在表面轻压一层粉色眼影，珠光色眼影提亮眼头部分，向下扫除卧蚕，用黑色的眼线液笔画出内眼线。画好后开始贴睫毛，这次我们的妆娘将睫毛从梗上撸了下来，用镊子配合睫毛胶一组一组地粘在睫毛根部。粘好睫毛后，用棕色的眼线液笔延长眼线，眼尾处自然向上挑，在贴好的双眼皮贴的折痕部分画上假霜，同时开前眼角，下眼线只画好后半部分就可以了，还是用棕色的眼线液笔画。画好后挑画出几根下睫毛，用睫毛膏轻刷一下下睫毛，然后再画上假霜，眼妆部分就完成了。唇妆呢，用金粉色的口红进行打底，选用玫红色的口红做微微的咬唇妆处理，最后呢将假发戴好，阿福小姐姐就完成了。想要掌握更多的实用技能，了解更多好玩的知识，欢迎订阅次元光线官方频道，跟我们一起来 preview 吧。